早上，太太，早上，先生，我又该收起给，我有没干没练努力吗？我今年27岁，我3个月8.13厘米，我体重49公斤，我身位高，我识少少广东话，我有工作经验喺香港2年，2020年到2021年。我照顧2個小朋友，唔使同米不使，我識整乾淨屋企，洗衫、湯衫、煮飯、煮餸，同米喺計師咪餸。我唔識煮肉，但係我識煮豬肉，我識煮中國餸，海子蒸魚、蒸蛋、蒸雞、煲粥、煲湯同米做菜。我想做嘢係香港人，為我要揾多啲錢。俾我自己同埋俾屋企人，唔该晒太太，唔该晒先生，再见喺香港。